想不到你先皇帝而去。皇兄，这天底下的事情，人算不如天算，不该你得的东西你得了，也是枉然不是。如今临床相见，你说是皇兄赢了呢，还是我皇帝赢了？你我兄弟这恩怨也算是一笔了了。不过你放心，大清朝没有了你这个皇上，或许是社稷之幸，万民之幸，往后的日子或许是更好一些。你放心的去吧，我不会来夺取大清的江山的，我会扶住我的亲侄儿弘历，扶住他登上大宝的。是父王爷，皇后娘娘请您到坤宁宫去一趟。皇兄刚去，叔嫂相见多有不便，再说我没这个心情。皇后娘娘是以大清江山为重，大清社稷为重，请您务必去一趟。十四王爷，您是怕了？哼，奴才老佛爷，十四王爷来了。老十四，你终于回来了。老十四啊，老十四，皇上走了，可他说过亏对你这个皇帝了，皇嫂我也亏得你这个皇帝了。为了大清王朝，你终于回来了，老十四。胤禛叩见皇后千岁。哎呀，你跪什么呀？来来来，老十四啊，皇上留下我们孤儿寡母的，这往后的日子还不是得靠你十四王爷吗？是不是？那皇嫂，坐下说吧。坐，你也坐。老十四，这大清朝真是多事之秋啊！我让弘历把你接回来，你要是不回宫啊，各个王府还有那朝廷的各个大臣都会闹事啊！你说说，我这一个女人家，我哪应付得了朝廷这么大的事啊？皇嫂啊，
第一个就想到了你。皇嫂，弘历太子已经长大了，他是皇阿玛在世的时候选中的皇孙，你就放心吧。啊，你操什么心呢？那是我这次离开景陵啊，一是为了祭奠皇兄，二是为了辅助太子登基。等太子登基之后，我马上回景陵守灵去啊。哎呦，这哪成啊，既来之则安之嘛。新皇上放你走啊，哀家还不放你走呢。老十四啊，今日咱们叔嫂见面，不是外人，我想啊，你就当个摄政王吧。啊，皇嫂，你是想把十四弟放在火炉上烤啊？你要是这么说，我明天一早就回景陵去。那皇嫂就不为难十四王爷了。不过皇嫂有一件非常为难的事，也没人商量了，想跟你商量商量。哦，什么事儿？皇上啊，留下了一份遗诏，真叫你皇嫂为难呢。皇上留下遗诏了？哎呀，也不知是怎么想的，皇上要废了太子弘历，立小儿子弘昼为帝呢。老十四啊，你说这两个儿子都是我的亲生儿子，这不折煞哀家了吗？那弘历被册封太子，那是仁皇帝临终时的遗诏。瞧瞧，你瞧瞧，今日有两个皇帝的遗诏，那些皇嫂这些哪一道遗诏才好呢？这不难煞哀家了吗？事关立帝的大事，老十四啊，你跟皇嫂说句实话，你是喜欢弘历呢，还是喜欢弘昼？这两个可都是你的亲侄儿啊。皇嫂，你让我说实话。嗯，那好，为了大清朝的社稷而言，你把皇兄那份遗诏付之一炬吧。那不是违背了皇上的旨意吗？可那不违背爱新觉罗列祖列宗的旨意。你错了，胤禔。那就将错就错吧，皇嫂。老十四，弘历答应过你什么吧？哼哼，他不会答应把大清朝的皇位拱手让给胤禔的。所以皇嫂，您大可不必多虑。胤禔呀，胤禔，我跟你说什么好呢？什么也别说了，皇嫂，十四弟告辞了。站住！老十四，你以为这坤宁宫只是一个女人住的宫殿吗？皇嫂，我已经变成一只野狼了。你坤宁宫不坤宁宫跟我没关系，你知道吗？十四叔，十四叔，十四叔，侄儿们可要大不敬了。哎呦，老十四啊，你变成了一只野狼。你没想到吧？你的皇嫂学会了一套逮狼的法子。哼，弘昼啊，我刚才还在说你呢。我不听，我只知道你吃了弘历的一块糖枣糕，你就沾上牙不是？哈哈哈哈，十四叔，你这是饿极了不是？哎，说对了，你十四叔是一只饿极了的狼。
十四叔，你饿了，该换个口味了吧？难道你还想吃山珍海味？我呀，真想啃你们几个的骨头。别贫嘴了。应提，你有三条罪名，哀家就可以杀了你。我知道，第一，违背先皇帝圣旨，私自进宫。第二，私自调动京郊兵马逼近宫门。那第三呢？哼，无视军机处的命令，保释子虚妖道。皇嫂啊，胤禔知道罪不可赦啊。十四叔，把剑交出来。我说侄儿们，你十四叔对付你们用不着剑。十四叔，你武功厉害，我们不是你的对手，可是这羊玩意儿你就不知道它的厉害了吧。哎呦，老佛爷，大事不好，十四王爷的人已经包围了慈宁宫了。启禀十四王爷，太子殿下请您到乾清宫议事。我说皇后啊，我的老嫂子，我今儿个劝你，男人的事情还是让男人自个儿去办。老十四，皇嫂也劝你一句，你别忘了，明日登上皇帝宝座的还是我的亲生儿子弘历。圣祖六十一年，仁皇帝驾崩，先皇帝继位，并拟定建储诏谕，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保金王皇四子弘历秉性仁慈，居心孝友，圣祖仁皇帝与诸孙之中最为疼爱，抚育宫中，恩遇嫦娥。朕立保金王弘历为太子储君。祝继朕登基，即皇帝位。金皇登基，国运昌盛，臣等奉拜皇上，贺喜皇上，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！皇上登基，定号乾隆，乾清宫前举行新皇祭天大典。太后老佛爷驾到。臣等参拜太后老佛爷，千岁千岁千千岁。皇儿叩见太后老佛爷。皇上平身吧。谢太后老佛爷。
四叔，你见到太后老佛爷，你怎么能不跪啊？就是啊，为什么不跪？为什么不跪？跪！那皇上也跪了，跪下！为什么不跪？跪下！为什么不跪？跪下！快跪下！今日新皇帝登基，行祭天大典，内宫的人不得干预，请太后回慈宁宫去吧。怎么了，十四王爷？哀家的儿子四成皇位，哀家来祝贺都不行了吗？皇太后，你失礼了。你不也失礼了吗？祖宗法典上哪一条允准你带剑进入乾清宫的？哼，这乾清宫不止一把剑吧？我等听说你带剑了，所以我等才带剑来护卫皇上的。对，你现在护卫皇上。哎，就是，别吵了，孟德。新皇帝登基，还有你们说话的份儿？先皇帝并天了，别忘了还有哀家在。刚才十四王爷念了立储诏书是吗？哼，后来先皇帝又有一份遗诏交给哀家，臣服。是。把先皇帝的遗诏呈上来。是。先皇帝嘱咐哀家，当今皇上如果违背了祖宗的法治体制，让哀家就在这乾清宫宣布先皇帝的遗诏，看见了吗？这就是先皇帝的遗诏，这遗诏哀家就把它挂在慈宁宫的佛堂里。但愿皇上治理朝政能让列祖列宗的英灵满意，他们满意了，哀家就不用打开了。哼，哀家坐在这儿，妨碍了皇儿和大臣们的祭天大礼了。臣服。是。回去吧。太后老佛爷起驾回宫。恭送太后老佛爷。宋太后老佛爷。皇帝，你该说什么就说什么吧。啊，皇上应该起来了，一个女人的伎俩怎么把你吓成这样？众位大臣都起来吧。谢皇上。哎呀皇上，太后不是说了吗？皇上该说什么就说什么，您说说吧。好，钦天监大人，臣在。奏乐吧。这今日是朕登基祭天的日子，我们君臣就一起听一首《清平乐章》，好吗？朕承上天之眷爱，秉祖宗之余荫，
荣登皇位。今日朕让你们听这首乐曲，不知你们听出什么没有？朕听出来，这乐曲声中没有吟声谐调，清清澈澈，平和而高远。朕让钟爱新记住这优美的声音，让这乐曲渗入你们每个人的心灵，让它永远在你们的心灵中缭绕着，响彻着。那就是不要心存一丝的邪思恶意和乖张狂妄的心绪，因为这种邪思恶意和乖张狂妄的心绪，既毁了大清朝，也毁了你们自己。皇上圣明，皇上圣明。皇上，今儿个弘历可受够了当皇上的滋味。来吧，一个个都来吧。朕把这个皇位给让出来，你们来吧，谁高兴谁就做这个当今的皇上。爱新觉罗的子孙们，你们行。你们能让百姓安居乐业，你们一个个都有帝皇之相，你们行。皇上，皇上稳住政局虽然不易，但是他们想篡夺皇权也没那么容易。爷爷的重托，你就跟朕同心协力和他们比个输赢吧。皇上，十四王爷救了子虚，其中恐怕有诈，急早把子虚押到督察院大牢，今儿个就去。这
不是了，子虚老道被血滴子抢走了。我们迟了一年，昨天就应该摧毁血滴子大营。陈宇卓九门提督封锁了九门，明日紫禁城戒严，全城搜查血滴子叛贼。不必，你知道他们现在在哪儿？难道他逃往十四王爷府了？就在那里。倒是投奔你而来，你既然救了我，为什么还要杀我？王爷，你知道的太多了，这对新皇帝不利，对大清朝不利。王爷，王爷，你听我说啊，王爷，您多冤呐！这大清皇座本来就是你的，要是杀了子虚，你难道不想夺回大清的天下了吗？王爷，贫道为你取证，助你夺回大清江山。贫道的身子就是你的大清江山，如果王爷杀了贫道，你就永远也夺不回大清江山了。铁血男儿终究败在环口小儿之手，王爷，此须为你可惜呀。皇上，那就搜查十四王爷府。你别忘了还有四部兵马，窥视着皇宫，窥视着御书房。难道皇上没有其他办法了吗？重新戏班出宫了，已经离开宫了。那余娘，臣已经把她接到赵府去了。明日清晨，悄悄地送出京都，千万不能让余娘落到别人手里。余娘小姐留在赵惠府中，皇上还不放心。朕现在还斗不过十四王爷，朕干了一件天大的傻事。下下下下
停下。玉姨娘小姐，下车吧。赵将军怎么不走了？你看谁来送你的？太子殿下。应该喊皇上姨娘小姐。别看了，把头转过去。朕让你离开京都，你不怨恨朕吧？我已经听赵将军说了，我好担心太子殿下。啊不，我好担心皇上啊。朕只是担心你，担心你不再信任红菱。不会的，皇上，姨娘的心早已属于皇上了。现在还不是一个真正的皇上，所以朕不能现在去接你进宫。我已经知道皇上的难处了，只要皇上心里有姨娘，姨娘就心满意足了。相信我，朕一定会成为一个真正的自我的皇上。我相信你，皇上。明年8月18，当钱江大潮汹涌澎湃涌入海口的时候，朕一定会去盐官接你回来。皇上，保重啊。保重。走。见见。
当初怎么没想到呢？哎呀，怎么想得到呢？跟奶奶一块玩了啊！来，一块玩，来，走，小白兔跑得快，哎、小白兔跑得快，跟不上，来，爹，于娘，娘，孩子们到那边玩去，孩子们到那边玩啊！娘，于娘。你好吗，爹？哎，女儿拜见爹爹大人。起来，玉娘，有个喜讯，听说没有啊？喜讯啊？女儿怎么从来没有听过啊？哎，到过我们家的太子殿下，如今当了皇上了。哎呀，爹，人家当皇上关我们家什么事啊？红历又不是你的亲生儿子，你乐什么呀，爹？于娘，新皇帝登基，普天同庆啊！知道了，爹。您这当今的皇上比亲儿子还亲呢。嗯，那当然了，谁让他到过我们家呢？那，你想不想他，爹？哎，于娘啊，上次来的那姑娘怎么没一块儿来啊？她啊，娘。回老家了。皇上，皇后，你怎么来了？我在这儿等候皇上到坤宁宫去呢。夜寒天冷的，你不必在这等朕了。朕要回去，自然会回去。啊？哎，那，你先回去。来人，老爷有什么吩咐？去把于娘小姐请到书房来。哎，小姐，老爷叫你过去呢。啊，知道了，马上就去。哎，叫女儿啊。嗯，爹，跟爹说实话，你和那个叫四娘的师妹到京都干什么去？没有啊，我们没有去京都，我们是去玩了。是红丽带你们去的，对不对？没有，是我们自己去的。还进了紫禁城。怎么回答爹还没想好吧？嗯，爹，进去了。怎么进去的？是太子殿下带我们进去的。见过先皇和太后了？没有，爹，你也不想一想，先帝和皇太后怎么会召见云娘呢？什么时候进的宫啊？哎呀，这个女儿忘了，真的忘了，爹。想想，再想想。嗯，28，不，29吧。先皇是什么时候驾崩的？
这个你也不知道。爹告诉你，本月初二有时驾崩，你身在宫中竟然不知道啊。嗯，先皇驾崩，新皇登基，皇上就派人把你送回海宁。爹说的全是实话。女儿说的都是实话，没有半句谎言啊。刚才你说是红利把你们带进宫里去的，全是谎言，红利绝不会干出这种事。是你们进了戏班子混到宫里去的吧？爹，你是怎么知道的？